大腿回来，七，阿三爪子，哎，飘，跑了这么远 ，KAB， 他血打不了，就别给他一打不了，这太远。我将不想上来 AW， 可以 W 走，可以白 A 一下，他很急，想跳上来 A 一下，再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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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不爽？他被我拉扯了一下，很急，直接想跳我，但回头被我追了一顿猛 A， 这波两级了 ，A 一下往前走，下他，逼他走位 ，Q， 有 Q 可惜。补刀，先决在哪？先决在下路，位置抓下，等他补这个刀，不补，这个刀也不补，这个刀怎么说 ？A W 一下，可以，我再 Q 你一下 ，A 金，这种天津塔一定得先 A 金，要先抢三级，你别被他抢三了 ，A 球，往后躲 ，A 一次点燃，闪躲。这波先往后躲他的 E， 然后 EQ 点燃再闪现走，防止被他换了。拿扫雷补，看他怎么做。路线我要推，我不怕他的，其实我这个血量不是很缺他。EQ。你这种 EQ 一定得就是那种出其不意的 EQ， 不然你 EQ 过去就小于一个亿，把你亿躲了，然后回头踩你是打不过他的。你要就是突然的 EQ， 让他反应不过来，就像刚才那样，他的 E 就会慢一拍。你说打嘴说，打嘴说出来，怎么不动了？给他补这个刀，丢。你说很急，哎，哪里来了吗？哎，哎。先一 Q， 然后反住，这波快六了，打野来的话，我们就等。左上来 Q， 这我的 Q 伤还挺高的 ，Q 两下他顶不住的，一小 Q， 知道，这波角度没刀好，什么意思？这个 E 压力这么大 ，A 一下大刀点燃，一发 Q。再见。可以吃塔皮。说吧，提莫，应该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。怎么说？你说 ，A W， 不出来了，刚好一个。打起来了，这波打不过，这个怎么又拿个六白？拿对标，怎么说？看一下，一颗说他拿不了，拿对爪子，哎，哎，丢，哎，怎么说鱼人想干嘛？打嘴球，闪现，大招 A 一下 ，B 一下，再 A， 那应该没好了，准备躲一下，再躲个球，躲 W， 压爪子 ，A 球，大清绝，目标明确，你也要死，打嘴 A， 哎球 ，A， 哎 ，A。干 A， 躲一躲个鱼，怎么说？要鱼我 ，A Q W， E Q 再走一个 ，A W Q， 可惜，只能这样，让他发吧。大哥 ，A E Q W Q， 没死。
这么显然没死。丢 W， 不丢。不要讲了，我 EQ 到小兵了，慢点 EQ 好了，我 EQ 到这，搜一下。应该是想跳我的，我有 E 没事，E 躲一下 ，Q A W Q A W Q， 快走，爪子 A， 可惜慢了一点，应该能杀了。你先追吧，我们交易 OK， 拿水过来 ，E， 拿三爪子 A Q。跑了这么远，打车了。这是干嘛的？这里？怎么还在solo先锋？这里 W 过来，爪子 A， 你看大招，一拖到后面 ，A W Q， 往这边走，一个大招推两个 A， 下 W Q， 带走，躲个 E， 再回头 E， 下来一个，大招过来，这是 A D， 大招 Q， 把他被动打出来。W 一次点燃爪子，一个大招，再见。光跟他一头，这打本一球，差死了。点了，一球闪。